最后，中国的听众和观众，你们好，这里是法兰西巴黎啊，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呢是川普先生要握谁的小手啊？那么最近呢，有许多人给我来了许多的信件，也有人给我这个推特，也有留言啊，通过 WhatsApp 也有留言啊，对我讲啊。那今天在你们生活在西方自由的这片土地上，你们每天都是批评中国政府，批评一下中国的人权，还有一些这个人权记录差的国家的一些问题。那你们对美国政府和西方的这些自由民主国家有没有批评呢？我想对你讲啊，这种批评一直存在，不但是中国的。这个流亡者，啊，还是这个，在西方生活过的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流亡者，啊，比如说在法国，啊，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在法国，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报纸，都是对政府有批评的，啊，没有批评的，那这份报纸是不能够存在的。就像很早的中国这个民国时候的报业领袖程守我先生说，一份报纸或者一个媒体，不能够代民去发声，不能够对政府进行批判，也不敢骂政府，那这样的媒体没人看的。我想呢，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前苏联的流亡者索格尼琴，那么他在美国这片土地的时候，那么经常的对美国政府进行批判，而且批判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国家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他可以接受这种批判，而且创造这种批判的环境和空间，这样的国家。自由民主的国家就是在批判声中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一个助手包括他的副总统要去朝鲜，参加在朝鲜，和这个南朝鲜，这个一起举办的这个冬奥会。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在美国接见了，这些脱北者，从朝鲜这片土地上逃亡出来的，这些人士，我们称为脱北者。那我在很多年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时候，在瑞士，有一次在非政府团体那个打印东西的那个地方，我也见到了一些脱北者，当时是一对。很年轻的小男孩、小女孩，他们是兄妹俩，他们就给我讲了，他们的家庭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他的父母也很爱他们，但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被告密，说他的父母对朝鲜政府、对金正恩说了什么样的话，对，所以说就被密告，一夜之间他们家。就被关到了这个秘密的这个监狱，最后送到了劳改所。那么他的家人被迫害致死，他们又也进入了那个劳改所，在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没有吃，没有喝，甚至要逮老鼠等等等。他即使逮了老鼠，让管教发现，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最后他们又怎么样？离开了朝鲜，怎么样偷渡到中国？又怎么样从中国，在那儿，甚至被拐卖或者怎么样，然后从中国又逃出来，到了自由的韩国。所以说，这些脱北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血泪史，他们生活在朝鲜的时候，每天又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逃亡的过程又是无比的艰辛。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这个讲述的时候呢，我当时是很沉重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美国去接见这些脱北者，其中有一个脱北者
失去了双腿，他举着双拐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他能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多苦难，能到自由世界，又能受到自由世界的魁首啊，美国的总统的接见，我想他是非常激动的。他举起双拐的时候，不但呼喊着，我想他心里不但呼喊着"自由万岁"，还想呼喊着"美国万岁"。美国总统万岁！美国的确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历史上，它对世界的人权的进步、保障一些国家的人权、声援一些国家的人权，直到今天，它也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没有美国那样的实力。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凡是这种接见，每一次接见，美国总统去接见韩国的流亡者，美国，那么一定美国要和韩国的这些流亡者、这些人权被践踏的、践踏他们那些国家的领袖要有勾兑了。当美国的那些总统去接见中国的流亡者的时候，一定是那个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或者副总统要访问中国的时候，要签署许多大单的时候，要有很多政治上、外交上勾兑的时候，他们为了搞平衡才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每一次我看到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去接见不同国家流亡者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定会有勾兑了。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他首先维护的是他本国的利益，本国老百姓的利益，因为他的选民在这片土地上，他首先要照顾自己选民的吃喝拉撒，他们特别是他自己选区的选民的，或者这个国家选民的，他的既得利益。还是眼前能够看得到的利益，不然下一次他们再有这个政治家的选举的时候，恐怕他们就选不上了。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他们也要出卖以前他们所持守的他们的信仰，他们在人权上的标准。那么，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呢，他一直说未来的美国，美国人第一，美国人利益第一。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方面呢，他们要把美国建设好，让别人看到一个发展的、自由的、强大的美国，让别人主动自觉地去学习美国，而不是在国际社会去推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美国人的价值观。所以说，他今后要在很多地方不以意识形态作为他的标准，不以意识形态作为推动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一个常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最近在韩国、在朝鲜发生了许多的危机。那金三胖子呢？经常的这个发射导弹，甚至威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核试验。那在过去长久的过程当中，川普总统也说，之前的几位总统因为姑息了、纵容了朝鲜不断的进行核试验、进行导弹的试验，那么借用六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所谓外交和谈，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反而这么多年，国际社会援助了朝鲜很多钱，对朝鲜的许多的，卑鄙的这些行为在背后搞得很多，包括这个洗钱等各种行为，全部是姑息的，最后导致养虎为患。那么朝鲜今天，似乎拥有了核武器，还有拥有了远程的导弹系统，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关岛，威胁到美国的盟邦日本、韩国，甚至他新研究的这个远程的导弹，
有可能携带它的核弹头去威胁美国的本土。那么在前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川普先生呢在推特上或在接受媒体的说，啊，我们各种方案都摆到桌面上了，包括未来要对朝鲜动武这个方案，啊，可以说一时啊喊得非常的喧嚣。那我想做出一个结果，美国人，特别是川普先生，从来没有准备好，进行打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帮助这个朝鲜实现自由民主。啊，帮助那些几千万在独裁专制统治下的朝鲜人民，帮助那些逃亡出来的几十万的脱北者，啊，让他们能够重返家园。我想川普先生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准备。为什么呢？那么，当朝鲜发射导弹的时候，当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时候，你会注意什么？你会注意到。直到现在，这个南朝鲜就是韩国，他们从来没有进行任何的大规模的防空的这种演习。他们尽管进行了这个美韩的很多大型的演习，但是他普通的老百姓在首尔，就是在汉城和其他的城市，你有看到他们在做防空的演习吗？我们只有看到日本的某些城市做了一些小范围这样的演习。同样的，美国的军舰，各种各样的军舰一次又一次的集结，甚至三艘的航空母舰，那么在朝鲜半岛海域集结。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那些导弹飞起，那些坦克飞起，啊，那些舰船上的炮弹飞起，我们看到炸起了一波又一波鱼，轰跑了一波又一波鸟。没有真正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核心，就是韩国。直到现在，他也不希望再发生朝鲜的战争。这里有几个原因，那么一个原因呢，就是韩国和朝鲜距离太近了。如果美国在第一波的军事行动当中不能彻底的摧毁朝鲜，如果朝鲜能有第一波的反击的话，那么很明显，汉城距离朝鲜那么近，很快可能会在一片火海当中。另外，朝鲜是有核武器的，不管这个核武器威力有多大，对于这样一个流氓政权，在关键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他扔不到日本，但是他至少会和他的韩国兄弟同归于尽。所以说，美国也没有做好这样的把握。那么韩国呢？从始至终，无论是主战派还是这个说过去的阳光派，他们都没有想进行一场战争。另外，即使是对北韩战争取胜了，啊，对于韩国来说，包括对于美国来说，也没有做好准备，会接受上千万的、几千万的，在贫困线以下的这些韩国兄弟，这个朝鲜兄弟，这大批的这些难民，或者一个千疮百孔的需要重建的一个朝鲜，要耗费多么巨大呢？这和东西德统一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时西德经济非常的这个强大，即使东德也有非常强的工业基础，那今天的朝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维持现状，啊，维持一种和朝鲜半岛的和平，是韩国政府一直的期待，一直的坚持。那么，当美国的盟友这个韩国保持这样态度的时候，当川普总统一直想发展美国的经济，他的一直的观点是不希望美国
去参与任何国际的争端，啊，包括伊拉克的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等等，这都是他过去批评的，他认为美国没必要在这些地方付出更多的义务。但是当他当上总统的时候，会发现，事情我还远远没有想象这么简单，这样的一个朝鲜，这样的一个彻彻底底的流氓国家。那么今天的三八线还是一个什么临时的停战线，那儿一直处于这种战争的状态，使得川普呢不得不做出一些修正。但是朝鲜一直说，在没有任何的条件之下，先制条件下，直接和美国和谈。那美国一直要求，那么朝鲜必须首先停止核武试验，停止导弹发射，甚至要放弃核武这个前提。那么双方在这个方面很焦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看看在韩国召开的韩国和朝鲜共同主办的这个冬奥会，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川普没有直接说派出自己的副总统彭斯，也带美国的代表团去参加那个冬奥会，很有可能借着美国的冬奥会这个场合，他的副总统，不是副总统，是他的国务卿，也去参加那个冬奥会，也很有可能去和朝鲜人见面，而且这个面子上还过得去啊，参加冬奥会嘛，大家偶然碰上了，见面了。但是我想交流的是，这种见面解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做一个预言，对于朝鲜，他要他的安全，要金正恩先生这个金三胖子，他的独裁专制政权不被有任何威胁，可以千秋万代的坚持下去。他的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美国，甚至他认为来自，对方的韩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要给他一个承诺，就是不会威胁他们的政权。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件事情，美国人此时就不会再考虑在朝鲜那片土地上，那几千万被金三胖子奴役的朝鲜人民老百姓了，也不会真正考虑在海外的流亡的那几十万的朝鲜难民了。这时候是美国利益至上，但是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能够吗？在过去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有一段一直在推行他的价值观，所以说才产生了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而且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风起云涌，像突尼西亚、像利比亚、叙利亚、埃及都发生了，但是发生之后并不太理想，只有突尼西亚非常完整的、非常和平的过渡到了一个民主阶段，社会整体比较稳定，但是像叙利亚、像利比亚，包括埃及，都走向了民主的反面，甚至走向了政治的动荡。那么，美国不关心吗？这是美国干预这个北非这些国家、干预这些社会的结果吗？是主动输出这个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结果吗？恰恰不是，因为恰恰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美国政府是姑息北非、阿拉伯世界这些独裁国家的，只要是他们的盟友，他们对他们的人权记录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批评，照样跟他们的合作，比如像沙特、阿联酋等等等这些国家，原教旨主义对老百姓是那个样子，在历史上，他们也支持过萨达姆，支持过中东的很多这样的独裁国家。他们也支持过
像本拉登，因为本拉登这样的基地组织早期是对付阿富汗的，在阿富汗是对付苏联的，恰恰是美国以前的那些政府因为国际政治的利益，姑息纵容了在北非、中东甚至其他一些地区的那些专制独裁者。那么，当这些社会时代发展到现在社会的时候，啊，许多老百姓不甘于几十年都在进行统治的那些独裁者，是他们自发的站起来推动了那场运动。包括今天我们仔细观察，包括在突尼西亚、在利比亚和其他这些地区，是他们老百姓自发的，而不是美国主动在输出什么革命，主动在输出什么它的普世价值和其他，不是的。只有他们站起来，真正做起来的时候，美国政府才被动的去支持，特别体现在埃及，他们一直，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埃及的军政权，支持着穆巴拉克。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今天美国政府又要跟朝鲜搞这种绥靖的政策，又是在中国政府的斡旋和帮助之下，啊，试图啊，就像川普总统最近说的，我一直喜欢谈判，如谈判如果是两个文明的对手，两个都是在自由市场之下的从事经济的商人，这还提到双赢，但是你面对的是一个流氓到底、武装到牙齿的一个纯流氓、纯政治流氓集团。我想这种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最后被出卖的还是朝鲜被奴役的人民，还有这些流亡的海外的脱北者。所以说，今天在美国，无论多少美国的政治家和这些被流亡的被迫害的政治意义人士，你怎么样的会面？这只是一个政治的游戏。那么，川普先生，本质想握一下这个金正恩的小手。他曾经来到法国去握这个法国总统的小手法国总统马克龙尽管没有那么强大，他也努力的往里握一下，没有让川普总统占他的便宜。那川普先生想握金正恩的小手的时候，我觉得不见得握得上。最终，美国又会丧失自己的战略机遇，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美国在和任何这些流氓国家的对峙当中，没有多少次能够占到大便宜。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那么今天有许多人一直在批判，欧洲接受了那么多难民，美国也要接受一些难民，澳大利亚、加拿大都要在接受难民，这些难民产生了这么给这个西方社会输入了贫穷，输入了一切又一切。那我只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些难民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举例，在伊拉克，那么在叙利亚这个地区，产生了伊斯兰国，那之前是怎么样的呢？美国入侵也好，还是进入了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至少它的副产品，伊拉克获得自由了。今天伊拉克的许多老百姓、许多的社会还发生很多动荡，还有很多恐怖分子袭击。但是当时凤凰卫视曾经采访过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问他，那么你今天自由的伊拉克还有这么多社会的动荡，这是什么原因？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幸福啊！伊拉克的驻华大使说，今天在伊拉克的这片土地上，多数的是外国的恐怖分子从世界各地集中在这里。那美国攻下了伊拉克，美国本土就和平了啊！因为那些伊拉克的在那里边的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直接针对美军，他们可以看得到了。但是怎么样呢？奥巴马政府也是
啊，我的政治正确，啊，美国利益至上。尽管他嘴里没有这么说，让美国更伟大，还是这是让着我们一定，我们能做，我们会做得更好。结果怎么样？撤军了，在那个地方留下了真空的地带。当北非人民发动茉莉花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风起云涌的时候，这时候西方世界，包括法国，第一时间派自己的飞机从地中的空军基地飞到班加西的上空，消灭了利比亚卡扎菲派去镇压班加西人民的坦克，而且在第一时间承认了叙利亚反抗军的地位，而且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认为他们很快叙利亚的反抗军自己就会取得胜利。同样，美国也从自己的战舰上向利比亚发射战斧导弹，而且也支持叙利亚的反抗军。但是没有想到，俄罗斯插入其中，啊，包括伊朗也插入其中。维持了阿萨德的这个政权，那使得这个叙利亚的反抗军在非常的艰苦的这个战斗当中。那么在支持这些反抗军的过程当中，反抗军里打得最好的竟然是什么人呢？就是极端的伊斯兰分子达阿什，就是 IS 恐怖分子，他们还拿着西方所援助的武器，最终自己走向了宗教的极端，建立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迅速的扩大，占领了伊拉克的一部分领土，又占领了叙利亚的一部分领土，然后把那些地方占领了，然后开始奴役，在那里进行很多恐怖的行为，把那些基督徒抓起来，男的杀死，女的作为性奴，这些事情全部都发生了。这时候，当时的奥巴马政权，包括美国政府，包括法国政府在做什么呢？他们没有做什么。面对着这么多践踏人权的事件，他们没有做什么，提供一些援助。这时候，他们的军队呢，没有去。于是，IS 在那个地方，法语叫 Daesh，不断的扩大，建立了强大的伊斯兰国。那么他们支持那些反抗军呢，是逐渐的萎缩。同时，像普京追求他的所谓国际战略地位，又要支持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同样，他的长期的盟友伊朗也涉身其中。于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部分，整个这个北非地区陷入极端的动荡当中，包括利比亚。也就是说，当这些欧美自由国家在推动去那么早的去支持啊这些反抗军的时候，在他们过去所支持的那些长期的在北非的这些专制独裁者、军头或者他们的盟友，在做什么？达阿什所代表的这种小群的这种宗教极端族群，就是沙特这样的一个信仰宗教的派别所支持的。沙特的很多富豪暗地里去支持这个达阿什这样的一个教派，宗教极端的教派。而沙特呢，又是美国的盟友。同样，半岛电视台所在的另外一个阿拉伯这个国家，也是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所以说，关键的时候，这些国家包括叙利亚的反抗军、叙利亚的老百姓、人民啊，包括伊拉克北部这些人民，需要自由世界真正的帮助的时候，没有了，于是就产生出大批的难民。他们要从战火中长时间无穷无尽的战火中逃亡出来。当时西方政府还说什么？
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些枪支，提供一些培训，你们自己这个地区的你们的自由民主要你们自己去争取，这是不负责任的。于是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大批的难民逃到黎巴嫩，逃到土耳其，他们在那里有时候也很难生活下来，就是想方设法的到自由的欧洲。不要以为欧洲当时就接纳他们，他们一直在海上拦截，一直希望土耳其政府，包括黎巴嫩政府，能够他们提供一些援助，能够让难民维持在那里。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大批的难民坐着皮筏子，据说那个皮筏子还是从中国进口的，在颠簸的风浪汹涌的海上。投奔这个自由欧洲，一直到许多照片，一个小孩和他父亲踏上那个船，小孩被淹死，他的尸体就在土耳其的海边。吹来吹去的时候，才触动了自由的欧洲。这是默克尔总理他所说的。德国曾经战后受到自由世界的帮助，包括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等等等。那么该是我们报答国际社会的时候了，才接纳了一大批的难民，欧洲也是这样。但是前因是什么呢？恰恰是欧美这些列强不能够把清除这些专制主义分子、清除这些恐怖分子，把他们的行动贯彻到底。在每每关键的时候，他们没有走上前去，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当非洲的胡图图和图西族他们互相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当时包括法国的在那儿的维和部队，包括比利时在那儿维和部队，也包括美国后来在那儿的维和部队，没有真正的有效的控制那个局势。你要不就从来没有去不关注他们，却在其中。随后屠杀发生了，在维和部队眼睁睁的眼睛看着之下发生了，甚至维和部队也逃跑了。随后那儿上百万人的这个尸骨摆在那里，自由世界的欧洲又开始自己反省了，发生了什么？所以说，我觉得美国啊，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美国，自由的旌旗。但是今天他在处理国际政治的时候，每一次考虑自己的利益，考虑自己的眼前的利益、既得的利益，这是自由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被选举的政府，他们首先要考虑自己眼前的或者老百姓既得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丧失了理想当中的美国。有人说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没有问题呀，但是你要不要知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不然他不需要有一支维持那么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当那些国际的恐怖分子，当那些宗教的极端势力，当那些独裁国家、专制利益国家不真正的遏制他们，甚至消灭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有一天会挑战国际秩序，也同样会挑战欧美自由国家的人权和他们的制度以及标准。甚至挑战他们的生活方式。当叙利亚发生战争的时候，这些恐怖分子就可以叫嚣着来到法国。有些人就是从法国去的，在法国生活过的这些恐怖分子，就可以到《查理周刊》拿着冲锋枪去杀人，而且一路杀下去。
他们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这些恐怖分子也拿着冲锋枪，拿着手榴弹，到我们周末，大家周末 happy 的聚会的看舞蹈的，听歌曲的这些地方，周末在露台，在酒吧外边延伸的露台，大家喝咖啡的地方，他们进行杀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就是要改变，就是要冲击你自由世界人民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自由世界国家软弱呀，软弱呀，总是看自己眼前的这点利益，忽视了在国际社会，今天世界经济已经是一体化了，那人类的人权也是一体化。当你在一个自由世界享受自己的自由和人权的，甚至这自由非常多，多的你都觉得难受的时候，我想对你讲的。当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被奴役的时候，你自由国家，你的自由和安稳也同样的被侵害。这么多的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了，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所以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虚伪。我们知道，在自由民主国家，有许多民间的团体，那些阿斯达兄协会和其他的，他们在关注着这些人权。他们透过联合国和其他的这些组织，不断的去帮助。有记者无疆界，有医生无疆界，我们都是我们法国大的组织。他们到那些地方，走到那些有难民的地方，走到那些战乱的地方，他们报道消息，为此送上自己的生命。有些医生无国界的，也是到瘟疫。到战乱瘟疫所频发的地区，医生无国界是原来我们法国的外交部长库什内先生这个发起的，记者无疆界也在这边，我知道他们的行动和工作，这些民间的力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值得尊敬的，他们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很明显，西方政府这么多年，鼠目寸光。小肚鸡肠，他不是所谓的应和选民的眼前利益，他们也是自己的眼前利益。所以说我以前看到，我记得我们中国的有几位意见者，去见美国的总统布什，那次是布什接见他们，我们中国的一个意见者就对他讲关于中国的人权和其他的这些状况，希望美国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人权，怎么样怎么样？当时正在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位美国总统就对他说：“哎呀，其实现在我最关心的，首先我得看看我的银行，我的银行在金融危机面前我自己损失了多少，还有美国现在的这些情况。”他说的也是实话，但是很明显，像里根总统时代。像肯尼迪总统时代早期的那一些是美国政治家的那些人，好像不存在了。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都是政客。他们说的很多美好的歌词，美好的那些演讲，美好的那些组合，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美国。我注视着你们，我们和你们那些被人权被迫害的人民站在一起。等你真正生活在自由国家的时候，no，他们常常做不到。有时候不但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为了什么这什么什么这样的利益，他们甚至跟独裁者站在一起，罔顾。那些独裁者践踏人权，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美国那片土地上，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为了美国的自由、美国的安全付出巨大牺牲的那些
美国的烈士们，美国的先贤们。人们为什么对美国充满着希望呢？为什么对美国有那么多的在信仰、在价值的领域上的这种期待呢？因为它是美国。我今天这里有许多对美国的一些批评、赞扬，我就不愿赞扬了。我们太多人每天都在那儿赞扬，这些批评是什么？我们发现，美国在过去长时间的这些绥靖的政策，每一次当恐怖事件大规模发生的时候，自己在做一个反应。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这些恐怖事件、宗教极端事件，所有的这些事件的背后是什么？是宗教极端势力的独裁者和在这政治人权方面的独裁者，是这些人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和挑战，这些独裁者不真正的推翻，这世界是没有安宁的。那么，我们仔细观察，美利坚合众国在过去和那些独裁者合作过程当中，最后培养出来是什么？有些就是恐怖分子，有些就是国际性的流氓政权。我也做一个预言。美国和朝鲜是走不到一块儿的，最终今天所有的和谈，谈来谈去，最终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但是，背后在支持朝鲜的那些国家和利益集团，他们会从中得到空间、时间和好处。我想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另外，我觉得川普先生，我个人呢，为什么说他不可能去在那地区发动一场战争呢？您的那钱哪儿啊？钱在哪儿啊？川普先生，您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那川普先生一直强调美国第一，我认为啊，川普先生，您那个是美金第一，特别是您的美金第一。尽管你没有拿美国政府的，好像是这个工资，那工资对你无所谓。但是，当然，当你当上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你在中国的官司立刻取胜了。从今以后，您这个汤普这个名号，在中国所有的建筑行业，甚至在饭店行业，那别人不能用了。您借着这个名号，您可以赚很多钱。同样的，您的女儿的那些奢侈品，在美国有一些这个销售集团公司被下架了，但是在中国获得短期的2年的临时的这种贸易的合同，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了。特别是您女儿又那么漂亮，名气又那么大，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对吧？而且在日本又获得了日本政府给的那么多美金的基金的支持，那您的小女儿也出现在China World Hotel，美国、中国的那个50万美金就可以移民美国的那样的展销会上，包括您的女婿和家族的利益，很多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你怎么能让那个地区发生战争呢？怎么能让那个地区在水深火热当中呢？所以说你喜欢谈判，喜欢五五这个。以前您是捂着经济的大棒啊，现在捂着美国的这个导弹，还有其他大棒捂一圈，最后谈谈判，然后混几年，总统结束再来一回。所以说，我认为您是美金第一，而不是美国第一。这不是一个简单商业的游戏，这是很严肃的政治游戏。美国的那些智囊和政治家们，在过去长期的努力当中，就是如此了，不断的向专制政权、向这些政治流氓政权退让、退让、绥靖、绥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川普先生说，那么在朝鲜的这个问题上，没有这个时间并不太多了，可选择的空间并不会太大了。其实美国一直在这个空间里选择。
不太大的原因，你国际说是以前几届美国政府做出的，我想您也是如此，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因为今天全世界的欧美利益集团、中国的利益集团、亚洲的利益集团，他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希望有战争，除了这个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战略利益和各方面利益，而且自己不陷深陷其中，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另外谈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川普总统，在当选的时候，特别是受到美国的基督教徒和基督教机构，还有很多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的领袖的支持。甚至包括犹太教的领袖的支持，你也兑现了，让美国承认了耶路撒冷的地位，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啊，在这点上我很赞成，作为基督徒，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不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您在很多地方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至上，利益至上。我们不反对这个，但是您在有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呢，我会注意到，您自己这个许多的命令，包括在我们法国、在欧洲的我们许多的美国的大使馆，都严格的把持着啊，限制在欧美的这个特别在欧洲的这些政治庇护者去进入美国，或者获得难民证的进入美国。我不幸，我也沦入其中了。我们那么多的朋友都去了，但是现在你的政策起了作用了，因为那些利比亚的难民、埃及的难民，或者说北非的这些难民，在法国政治庇护了，在欧洲政治庇护了，他们也拿着同样的证件。万一这里有恐怖分子呢？这一点是完全理解的，但是我们不是。那你们的政府同样是这样做，而且这种展现的那种傲慢。这美国那一签证官展现的傲慢，还认为我们生活在自由的法兰西，我们有这么强大的医疗保障、劳动保障，一切的保障，还都要偷渡移民到美国一样。今天你的政府在各个方面，我能展现到一种傲慢，白人的傲慢。川普总统的许多讲话，如果是在法兰西的话，会认为有些说话。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的讲话。今天在法国极右翼的马克勒彭，他都不敢这样讲，他还没这么讲呢，才获得那样的选票。所以说，很遗憾，今天这世界上有时候为什么那些专制主义者啊，那些原教旨主义者，那些极端势力甚嚣尘上呢？正是因为那些代表自由民主之光的那些自由民主国家，他们只重利益而丧失了自己理想的那一面，自己价值观的那一面，自己立国的最根本的这些基础。同样，他们也遭受着，他们放弃了这一块所要承受的代价。甚至不可承受之重。好，这里是法兰西，我们尽管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也说啊，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也保佑自由欧洲，上帝也保佑中国，上帝也保佑韩国和朝鲜，特别是在朝鲜。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不反对任何的谈判和协商，政治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政治的谈判是为了共赢，但是很明显，不能和撒旦握手，也不能握撒旦的小手。韩国那片土地上经受了太多的苦难，在这些大国的纷争当中。他们常常会沦为牺牲品。北韩的那么多那么多的
在独裁专制下奴役的那些老百姓。所以，这世界呼唤正义，这世界呼唤良知。好，今天的评论就到这里。这里是法兰西巴黎，这里是自由中国平台，请大家踊跃的订阅自由中国平台，踊跃的订阅我们的欧洲之声，也欢迎大家去订阅郭媒体。好，谢谢大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